朋友跳得非常的好，然后呢声音非常大。刚刚台上的爸爸妈妈呢也很棒哦。那我们再来听一下魔法口诀，我屋。厉害厉害，再一次哦，我屋。很好好，想问一下小朋友，我们要来考考 QA 了，你们会不会觉得很紧张？会吗？会紧张吗？待会要来考考大家，请问一下，你们希望呢题目是非常非常简单，还是非常非常难？非常简单，是不是？好，那题目真的非常简单。请问一下，小红梅姐姐是来自哪一个亲子台？准备了，请问谁知道？妹，你可以告诉我，小红梅姐姐是来自哪一个亲子台吗？猫，猫猫亲子台，恭喜你答对了。好，我想要问一下小朋友，还有没有小朋友真的没有拿到礼物的？真的哦，是真的没有拿到礼物的，我要看一下哦。好，我来看一下。好，那这一题呢，非常的简单，请问呢？我叫什么名字？请问谁知道？哇，送给你，送给你，对，不要害羞，就是你。好，还有没有小朋友没有拿到礼物？我来询问一下。好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那我拿出来要有尖叫声，准备咯，一、二、三。的人，可是他比较某某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他身上是不是点点？所以他是瓢虫，他叫什么名字？点点，没错。好，来，请问一下，我身边这个超级可爱的大明星，他叫什么名字呢？请问谁知道？好，我选到了这个妈妈，真的是非常的认真。请告诉我叫什么名字？点点，恭喜你答对了，很棒很棒。好，小朋友，我跟你们说，还有很多礼物，但是你们还记得我们有一个大明星吗？你们会不会累？不会，那你们有活力可以跳最后一首歌吗？有活力，那我们现在练习一下，这一首歌你要来唱歌哦。相信爸爸妈妈呢应该有听过，我来唱一次。待会呢，小红梅姐姐如果说大声唱哦，我看到了，小朋友你们太热情了，帮我往后退三大步。前面的姐姐们快被压扁了，好，先往后退，对，很好。好，我们练习一次哦。待会呢，小红梅姐姐说大声唱，你们就帮我唱 U lei e U lei o。我们练习一次。大声唱，很好。然后第二句是大声唱 ，You lay you lay。哥哥姐姐们，我的音准还可以吗？可以吧，可以吧。好，准备喽，再一次哦，大声唱 ，You lay you lay oh，You lay you lay。请某某出来听听看你们的歌声喽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们还记得怎么把某某呼唤出来吗？手手比个一，快出来！再一次，某某某某，大声一点，某某，快出来！某某出来了，某某已经出来在我旁边，你们怎么没有跟我说？某某。近我一点点，待会呢，你要来选出哪一位小朋友唱得最棒，好不好？因为呢，你的礼物非常非常的厉害，所以呢，小朋友记得把你们的歌喉借给我，好不好？好，默默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那现场的大朋友、小朋友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的话，我们的手手要怎么样？一
起把音乐变出来，倒数，四，好有活力哦！好，来首歌给我，亮晶晶眼睛，眼睛小秘密 ，Go Go， 好事情 ，Shining Shining Shining， 对，嘿嘿，亮晶晶，眼睛小秘密 ，Go Go Go Go， 好事情 ，Shining Shining Shining Shining。准备了，小朋友，他叫什么名字？好
头，妹妹的头是什么？是妹妹头，小西瓜头。Hello Hello， 请问她叫什么名字？亮亮，恭喜你答对了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是不是以为礼物没了？跟你讲，最大奖在这里。你们希望小红梅姐姐带回家吗？哇，我特别从台北下来，所以一定要把这个礼物送出去哦。一二三，哇！好，这个题目呢非常非常的简单，但是呢我想要请小红，不是小红梅，是小朋友往后退一步，因为小红梅姐姐要认真来选一下。好，这题呢非常非常的简单，请问一下，这么棒的活动让在地的大家呢都来表演的活动，是哪一个区公所所举办的呢？是黄色衣服，这边有个地球的样子，说嗨，你可以告诉我是哪一个区公所吗？某某区公所，丰原区公所，恭喜你答对了。好，现在呢，小红梅姐姐希望啊，大家可以送我一个礼物，就是呢，我想请现场的小朋友或大朋友都来到台上，我们来拍一张大合照，好不好？好，某某帮我往前一点点。好，小朋友上台跟妹妹，就这个小红梅姐姐一起拍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可不可以邀请区长一起上来？区长、区长跟顾问、理想贵宾，还有我们国军人才招募中心，今天两位黄伟豪士官长以及林俊豪上士，两位一起都在我们现场有国军人才招募中心的展示摊位。好，好，我们先看前面的。是。好，来，小朋友来。在丰原区公所，还有某某新台的粉丝专页，还有小红梅姐姐粉丝专页都可以看得到哦。那待会呢，小红梅姐姐说，丰原区公所，你们帮我说你最棒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准备喽，丰原区公所。哎，怎么有一点，不整齐？对对对。准备喽，丰原区公所，你最。周末好不好？我们跟某某说下次见，一二三，某某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谢谢，再次的谢谢某某，谢谢小红梅姐姐。哦，小朋友都包围某某跟小红梅姐姐，你好走吗？辛苦了，谢谢。小朋友包围某某出场没有问题，但是大朋友要注意听。我们压轴要来抽大奖了，我们压轴还有两个大奖，一个是。